雷霆两千火箭从山头连续发射，橘红色火光划破天际。下午3:20，屏东九鹏基地实施陆空飞弹射击训练，雷霆两千火箭射击60发，分3轮发射，不少军事迷带上大炮镜头，提前卡位一睹震撼场面。他就对军事方面的东西都有兴趣，中国会。尽管屏东天气状况不佳，早上还下雨，导致原本要执行的拖把机射击科目取消，但下午的雷霆操演顺利举行，验证国军在接收射击指令后的应变能力，发挥雷霆两千火箭炮车反登陆作战实力。6点多就起来了然后就来7点多就来这边停车场等。国军加油吗？对，国军加油。陆军在这个月9号和17号执行陆空飞弹射击训练，包含雷霆、神鹰及神弓操演。面对中国频频对台文攻武吓，国军强化训练，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。民视新闻洪明生屏东报道。